Hello， 是啊，又是我。大家不会厌我，今晚希望不会啦。今次呢就画一个比较，怎样说呢，比一个比较阴沉的角色。好，我们首先看这个类似病娇的角色是哪个 request 先。咁今次回应的 request 呢就是来自 FBL Joe Curry。为什么不叫做 FBI？FBL Joe Curry， 咁我叫你就阿 Joe 啦。阿 Joe 嘅 request 就係话，可唔可以画约会大作战里面嘅狂三？我哋去片睇下狂三电话先。大家可以一边睇小鹿画画，一边就听一听依家小鹿有少少呢个紧急嘅事故需要公告一下先。今晚都到咗六月。中到啦，咁小鹿咧开始咧就会有一份新工作要兼顾啦，所以咧拍片方面咧就真系冇咁多时间再抽出嚟噶啦。画到去今画咧已经系第30画啦，所以计计埋埋由第一画开始储起咧，都有成廿几个接近30个嘅 request 噶啦，因为。現時和來臨的時間，小鹿就不會再有太多的私人時間抽給自己去幫手清漫畫啦。這樣在這裡就有一個很壞的公告，就是今條片之後呢，小鹿就會全面暫停接收蟻託的啦。這樣見到如果我沒有福利的蟻託呢，咁真係就真係好唔好意思，都好對唔住啦，唔係有心唔服，係因為已經太多嘅 request， 所以我清唔到啦。另外已經 request 咗嘅網友就放心，我仍然會繼續清埋暫時依家收到嘅蟻託，咁新嘅蟻託呢同埋再次 request 嘅蟻託呢，小鹿都唔會再收住㗎啦，暫時會等到將來再同大家宣布再收蟻託嘅時候呢，就會再通知大家。另外小鹿都知道自己嘅 channel 呢都有一啲活躍嘅網友成日留言嘅，咁希望呢啲網友呢都可以幫小鹿手解答一下一啲新嘅 request， 咁就可以幫我手通知一下佢哋，小鹿暫時都唔會再收 request 住㗎啦。咁如果見到小鹿冇回覆嘅話，係啦，咁就喺度先同大家抱歉同埋抱怨同埋道歉一下先，真係冇意思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呢個地方生活嘅指數有幾高㗎啦，係啦，每一個香港人都好忙碌嘅，係好難會停到落嚟嘅，就算放假呢都好忙嘅，大家都應該知道，所以就來臨小鹿會比較忙啦，希望大家可以體諒一下啦。好，今次的狂三就畫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歡啦。是不是似非洲回來好瘦啊，他我不小心畫得太瘦，而且這個動作都有少許難度的，是的，而且槍畫得很隨便，希望 Joe 你會喜歡我幫你畫的狂三啦。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啦，另外就是一連串這麼多條的漫畫片來到這裡為止，接著又要繼續努力去畫埋其餘嘅 request 啦，小鹿。咁就希望大家俾翻個心心小鹿啦，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就係可以去 Facebook 或者去我嘅 Instagram， 回顧翻我之前咁多唔同嘅漫畫作品啦。咁我哋就喺唔知幾耐之後嘅漫畫片再見，拜拜。在这里不是告别，搞到好像告别作，不是，只是跟大家说声，因为会比较忙，所以就暂时不会收蟻託，仍然是会清漫画，仍然有机会都会继续画漫画和接大家的蟻託的，只不过是暂时性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见了今次就不会再见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